主神高泽创大陆后再造万物，并命九神各自管理，九神叩拜听命。然主神担忧世人贪欲会毁灭大陆，便创造了远古龙族，命纽佐尔用权杖将远古龙族封印在月球。远古龙族被封印后，却在暗自提升法力，终于有一天冲破了封印，震碎了权杖，硝烟四起。野心勃勃的远古龙族开始野蛮入侵，对于不臣服的种族，他们以武力镇压。节节败退的人类冒险进入神之领地请求庇佑，远古龙族穷追直入，触怒主神，被神降法，子民祈求神怜，主神则取几名勇士赐予神佑，命他们同反抗军一起向远古龙族